哎，酒。进来吧。喝点什么？酒。现在不能喝酒，只能喝水。我说的不是水吗？假装松弛。啊。紧张吗？ 不紧张，怎么可能呢？要不我们看会儿电影，还是……不用，我去冲个凉。蓝色浴巾是干净的。知道了。 这个环境我不放松。嘿嘿，景仰啊，大志。哟，志勇也在啊，这个真巧了啊！哈，是挺巧。志勇，咱俩可是好久没见了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我新组一德扑团队特棒，周末来我这儿聚聚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你忙你的。哎，你们俩不是友好离婚了吗？ 这什么情况啊？小点声。哦，先生您好，这是您的身份证和房卡，请拿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是，这不闲着也是闲着，我跟景雅聊聊天。你们俩聊天，这成本也太高了吧？大志，我们真的就是聊聊天。骗鬼呢！行了，不用尴尬，理解。 理解，能不能闭上你的碎嘴子？哎呀，你别说啊，这两夫妻离了婚，还能来宾馆开房，还真是令人感动感慨啊！这美丽时尚的行为，温情依旧啊！谁说两夫妻离了婚就得是冤家？你们俩就是榜样。刘大志，闭上你的嘴，别喷了。 还紧张吗？还尴尬吗？洗了个澡，倒是也不紧张了，也不尴尬了。可是又换地方，又遇熟人，兴致也没了。理解，明白。 要不，叫点东西，喝点酒。也行，随你。咱俩这么客气，就差说你好，谢谢了。找什么呢？电视遥控器哪儿去了？哎，要不今天就不麻烦你了。